什么名字？江明忠。请问过去有没有写算写小板地下证？没有。板凳上有没有过敏过？没有。有跟青年医一支剂吗？最近两个礼拜内有没有打过其他疫苗？现在身体有没有哪边不舒服？没有。那等一下可以打针好吧？再观察15分钟。好。